瑞士香农会17号召开了里监事会，当中总干事黄胜煌就带领各会股主管进行工作报告。除了解决了时令凤梨花运销，台九线复兴段旁及货场用地建物重新规划，以及农产加工厂施工进度、超市改建整顿等等各项的建设会务都不停歇。里监事会也相当有感，全力相挺。除了一位因为确诊而改以视讯与会，堪称全员到齐的瑞士乡农会里监事们比对手边资料，专注地听取农会各会股主管的工作报告。对有关资料请接受请提案，决议执行。瑞士乡农会17号召开里监事会，总干事黄胜煌也亲自向里监事说明目前农产运销年度相关产销推广活动规划以及建设计划进度等等各项建设的执行会务工作，马不停蹄不停歇。过完年应该就可以把这些土地过回来我们农会的一个名下嘛。做完工作单之后，我们也马上请我们的这个推广的供销协助复兴社区的这个凤梨花的部分，目前都还销售还蛮畅通的。总干事黄胜煌带领农会团队，让各项建设会务都不停歇。理事会也相当有感，全力相挺，做农会团队最强而有力的后盾。把身体顾好。没有好的身体就什么说什么也没有用。对，不简单大家当了主席这个不干实干行的副主席我也给我们陈理事长这一下都是地方的头头的由于这一次地方选举，里监事会罗文腾、陈元发两位成员也顺利当选为地方乡代表会正副主席。理事长魏清和、里监事们以及农会团队也与有荣焉，共同庆贺的同时，也期盼未来能双方合作，共同建设推动发展地方的农产业。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